按照崇光长老的详述，这个明都的入口应该就在这里。小心，这绝非普通雷霆。 就是要去明都，还请神龙放行。不过是六界中妖孺沙利的区区凡人，就想进入明都，你们可知这明都是何地呀？我乃昆虚琼华派弟子，专司修仙问道。我知道明都乃是人猿神消散之前所聚集之地，若非情急，我们绝不会来此叨扰。 妄想修仙的凡人更是可笑。千秋万代之间，虽心愿者能有几人？不如顺应天命，等你们生老病死之后，让你们的元神进入明都吧。我们等不了了，我们今天一定得去明都。回答本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云天河，神龙。 我知道你镇守不周山，但是我也有想要守护的亲人。我们今天一定得去明都，取得一影之救他。如果可能，我们还可以救更多的人。哎，那个神龙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！天河他不太会说话。不是说了吗？崇光长老叮嘱我们一定不能激怒他的。数千年了，本尊听到的都是卑微凡人公主欺负的话。 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此狂言，好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但你要经过本尊的考验。好，什么考验？天河，我们只是凡人，如何能接受神尊的试炼？我感觉他没有杀气，而且我们进入明都，无论如何都要经历他的试炼。 那就让我试一试。小心，神龙，我接受你的考验。林天河，你的胆识值得本尊欣赏。你若能够抵挡住本尊一击，本尊就会打开通往明都的路，否则本尊就送你们几个人的元神进入明都。 神尊所说的试炼，到底是要帮天河，还是另有他意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云天河，风神灵中后羿射日弓，与这追月弓本是一对。你若能取得，才能与本尊抗衡。看来，我还真得白跟那个神龙大干一场。多谢无面姐姐。那个无面姐姐，为什么你元神没有消散，而是留在明都啊？ 我原本确实要离开的，不晓在这里遇见了云恩公的元神，他执念深重，一直在流光镜台不肯离开，我便留下来做幽冥使，一同与他等你。我爹，他为何执念深重？他说他一生只愧对于你，想要亲口跟你道歉。那，你能带我去见他吗？ 你们身上生人之气虽有掩盖，但切勿声口，以免被察觉。多谢提醒。跟我来。
月恩宫就在流光镜台，你快去吧，我就在外面守护。 爹，孩儿来见你了。臭小子，好久不见了。爹，你还跟离开天后的时候。 一模一样，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的元神，自然一模一样。倒是你，长大了不少，没有了以前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情，心事好像也多了起来。爹，我没想到您会一直在这里等着我。爹。 最不喜欢男人哭，可是孩儿，我再三叮嘱大柱要看住你，果然，你还是跑出了青鸾峰。原来要死，元神也会来到冥都。人跟妖在这里就没有区别了，今生为人，来世或许是妖，今生为妖。 前世也或许是人，那人跟妖又何必来回厮杀呢？那我今下往生的那些妖，岂不有枉死者？而我今世为人，来世或许成了妖。 阿姐，林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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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姐，韩姑娘，往生亡灵中有一放不下执念者，我询问过后才得这是你姐姐，我便带她来见你一面，但你一定要克制情绪，不然也会连累仙师和云公子。 小七，阿姐，你和仙师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并未亡故，只是来冥都，只一饮之。阿姐，不是吃了飞药仙果丹，你已经好了吗？怎么会死呢？韩家人早亡，并非是病，又谈何治好呢？我见到了我爹的元神，他告诉了我，韩氏一族短命的缘由。缘由。